长年期第二十六周，星期一，如何变成小孩子？攻读《生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六到五十节。那时，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谁是他们中最大的？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领来一个小孩子，叫他立在他们身边，对他们说。 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这人才是最大的。若望说：“老师，我们曾看见一个人以你的名字驱魔，就禁止了他，因为他不与我们是同伙。”耶稣却向他们说：“不要禁止，因为谁不反对你们，就是倾向你们。” 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变成小孩子和收留小孩子是一个意思，就是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因为天国的奥秘正是启示给这样的人。那么，耶稣所讲的这段道理啊，是特别强调的。 可以说，福音精神就是小孩子精神。可是问题是，为何要变成小孩子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福音精神就是小孩子精神呢？第二，如何变成小孩子？我们本着这两个问题看，咱们先说为什么变成小孩子。我们先看两个理由：一个是成为小孩子太难了；第二个说。 只有小孩子的心能拯救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小孩子的精神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咱们先说变成小孩子有多难，我简单的先说一下，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小孩子难，但是成为一个成人容易。可能马上有人就会说了，变成小孩子有多难呢？我每个人心中不是都有一个小孩子吗？另外，咱们不是都很喜欢小孩子吗？ 的确，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小孩子的心，也就是有一个小孩的我。另外啊，我们的文化也特别喜欢小孩子。你看，咱们中国的文化，在很多大型的场合中，聚会了、大型的晚会了，导演们总是将小孩子作为一个吸引大家眼球的焦点镜头，啊。另外呢，我们大部分人也都有喜欢啊抱小孩子的这种感觉。 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感觉，也就是在我们心中有一颗小孩子的心，有一颗孩童的我，但是那只是感觉，只是童年的回忆。因为现在的我们早已与那个天真无邪、童稚淳朴的小孩子相隔万里了，那个美丽的童年只能是美好的回忆罢了。 而将这种美好的回忆、感觉装饰渲染的，就是文化艺术，也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的，我们可以在文化艺术中找到，找到那个童年的爱情、童年的友谊以及童年的人生理想等。所以，一般的艺术了、电影了，呃，不是所有的啊，呃，很多个这样的电影，但是都是比较。 描述的美好的啊，特别咱们中国人，我们一般的喜欢看大团圆，看美好的。那太残酷的，有时候我们适应不了啊。但是有些艺术，它就是说，啊，真的是描述的美好，能达到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效果，啊，也算是成人的一个童话吧。或许这就是我们人喜欢文化艺术的原因。 啊，我们喜欢爱情片了，喜欢励志的了，等等，哎，因为这些故事能够让我们带到一个美丽的，它又美好的一点其实人们都知道，文化意识的故事好多都是虚构的，与真实的故事相差太远，有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没有人在乎，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真假，而是此时此刻能够使人远离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 换句话说，文化艺术就是一种麻短暂的麻醉剂，可以使人暂时忘记现实生活的伤痛。啊，我们在生活中失败了，啊，可以看场电影了，或者看个文学了，能够让我们至少啊有点有点安慰。从某种角度上看，只要用的适度，文化艺术的正面作用真的是很大啊，媒体了。但是无论如何，那真实的童年还是远离我们而去。 如果我们只是逃避到文化艺术里，我说是，那就会出现一个分裂的人生，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像孩子一样泪流满面、推心置腹，可是，一转脸我们又面目狰狞、心狠手辣，并且这两个方面不会老保持平衡，啊，后者慢慢会吞噬前者。如果人生不发生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事件，恐怕就会出现越老越坏的局面。 到那时，在人心中的那个小孩子就再也没有余地了。另外，咱们加多加一点，我们说什么？你说在咱们这个祈祷了灵修上面，会不会也出现像文化艺术的这种现象？也会，也就是分裂的。比如说，我们在祈祷中、意识中、在弥撒中，我们像个小孩子；但是现实生活，我们真的是一个坏蛋，我们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这么一个人。分裂的也是啊，所以就包括礼仪也是。 这就是我要说的，咱们要说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如何让心中的小孩子那个赤子之心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者，这样我们才能战胜那个尔虞我诈的成人世界。那么今天的福音呢，就提到了两个成人的面孔，一前一后包围着中间的小孩子。那么这两个面孔，我称它第一个是争强好胜，第二个是拉帮结派，两者呢？ 都是经典的、典型的世俗精神，与福音的小孩子精神针锋相对。因为小孩子一般小孩子不会争强好胜，小孩子也不懂，他也不懂什么拉帮结派。所以我们说，有的人你跟他交往，呃，比较轻松，是指的这个小这个人呢，他没有心机啊。即便他争强好胜，也像个小孩子，他不是那种争权力的争强好胜啊。 咱们再听听福音是怎么描述的，在小孩子前面说，那时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谁是他们中最大的？接着耶稣讲了几句道理。在小孩子后面，有弱望的说话，说老师，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就禁止了他，因为他不与我们是同伙的。这句话表面是嫉妒。 但是事实上，我称它为拉帮结派。为什么？因为嫉妒和野心往往成为拉帮结派的怂恿。所以这个比上面那个争强好胜，比第一个说争论谁最大，呃，我觉得更严重啊。因为争论谁最大，它也当然也分大小。争论谁最大，如果是变成一个具体的事实，它会变成后面的拉帮结派。 所以光前面啊，那等于恋慕权贵、好出风头、沽名钓誉这些东西，虽然也也不好，但是他还算成人世界里的童话，就是还不懂用什么心机。而拉帮结派是指的一个争论谁最大的人啊，一个想拿大权力的人，又懂得用心机的时候，那就厉害了。所以这里不只是嫉妒，我觉得是拉帮结派。 啊，要知道咱们福音最怕拉帮结派，因为在拉帮结派的队伍里，福音真理没有地方。在这里，只有站队，没有真理对错。另外，拉帮结派也是我们教会最大的敌人，因为它造成教会分裂。往往就是那些造成教会分裂的，就是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团伙。我称他们为团伙是说的，他们懂得搞人际关系，懂得权术啊，他们弄会。 啊，玩弄棋子，把别人当成棋子，使用一些头脑简单、冲动鲁莽之人成为他们的爪牙。啊，所以这是这个。当然，这些人的后台最后的大老板应该是撒旦。啊，在任何时代，这种团伙这样的人都是教会的大敌人。他们远比那些个人毛病缺点的人更可怕，原因就是他们懂得有心机。 而心机恰恰是小孩子的正反面，也就是说，能够制止世俗精神的，只有小孩子精神。我们要看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问题是如何成为小孩子。的确，在这个污浊邪恶的时代，要保持一个小孩子的心，实在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并非做不到，因为基督徒的心德从开始就是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信德。 这种小孩子的信德，实际上小孩子的精神从哑巴郎就开始了。信德就是小孩子，天主就是让小孩让哑巴郎像小孩子一样行走在世界面前和天主面前。他在埃及哑巴郎上演的那一出丢人现眼的戏，不就是像小孩子在成人前耍的一点小聪明吗？你说那个当时法郎和大臣就看不出哑巴郎是出于害怕才将自己的妻子说成是自己的妹妹吗？ 啊，你看哑巴郎说的话，妹妹，你、嗯、妻子啊，你就说是我妹妹，别说是我妻子，要不然人家杀我。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孩子的一个游戏把戏，稍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可是为什么圣经还要如此描述哑巴郎？因为天主就是让哑巴郎保存那颗小孩子的心。所以哑巴郎的缺点，就是我们今天看，我就见过有的神父，有的神父身上缺点毛的毛病多得很。但是可是你看到他这个毛病。 却影射了他的小孩子心，所以在哑巴郎身上，小孩子不是单纯幼稚不懂事的小孩子，事实上福音上所说的小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世界前丢人现眼的小孩子，借着丢人现眼保持那个信德的小孩子心，这就是哑巴郎的心德，以后以色列子民的心德都是如此发展的，比如说以后的美色大卫王。 他们看似智慧勇敢，但是在世界前不都是小孩子吗？他们所用的招数也等同小儿科。美色，美色到法郎前要求释放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这个举动就是放到今天也是个小孩子行为。别看今天开明了都是小孩子，那过去更是小孩子，那不是玩笑是什么？就等于一个奴隶的小头子带着啊，要求当时世界的霸主埃及取消奴隶制。 你你你，以色是谁呀？一没有枪，二没有炮，三没有权，四没有势，五没有财富做后盾。你要求放以色列怎么处理埃及？你就放到今天开明时代都是个小儿科，更别说这近四千年前了。再说大卫，不就是娶了一个下属的女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按照世人说，按照世界的竞争说。 一个先知，那就好像一个奸臣一样，哪能他也一句话就让一个国王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通奸犯、杀人犯？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是的，达菲忏悔就是开了一个超越历史的国际玩笑，也只有小孩子才会开这样的玩笑，无论哑巴狼。 美色还是大卫王，能够让他们胆敢以整个被整个世一，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举动去做一个小孩子般的行为的，完全是因为信的。 也就是天主让我们成为小孩子，是天主住在他们心中，才能使他们不害怕被世界嘲笑，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天主与我们在一起，谁会、谁能反对和伤害我们的？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因为上主天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害怕何人？ 当敌人前来攻击我，要吃我的肉时，我的对头，我的仇敌，反而跌倒在地；虽有大军向我进攻，我的心毫不战栗。虽然战争向我逼近，我仍然满怀信心。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恳求此事：只要我一生住在上主的殿里，心持上主的美善，瞻仰上主的盛圣宴。因为在我困难的日子里，他将我藏，我藏在他的帐幕里，将我藏在他帐幕的深处，并将我高置在磐石上。 这句圣言不说的，就是一种小孩子精神吗？最后，我们咋不说成为小孩子的一个具体方法？因为方法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心中有天主，自然就是一个小孩子。这就是今日福音耶稣说的：“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这小孩子，就是收留我；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可以这样说，收留耶稣不单是在礼仪祈祷中，更是在具体生活中，那才是齐全的将天主接到心中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是成为小孩子的方法，啊，今天的福音后面这个啊，特别是圣咏第二十七一到五节，大家可以读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什么？什么是小孩子？你的信的越好，越像小孩子。我最后想说一下，大家看一下咱们全国，看一下那个热心的主教、热心的神父们，在世人面前，他们真的就像小孩子。我就见过有的主教神父，他们说话就像小孩一样。可是你知道吗？ 天主就是让被人看成是小孩子的人成就大事。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使我们永远保持一个小孩子的心。求你驱逐在我们心中争强好胜、拉帮结派的世俗精神，给我们穿上福音的小孩子精神。你是天主，永生永亡。阿门。